前，我要讲一个咒语。哎呦，对，因为跟这个礼物是有相呼应的，所以你要讲完这个咒语，这个礼物才能够被揭晓。所以现在是空盒子就对了。嗯，对，现在会，对，现在讲完之后，里面礼物就出现了。OK， 那这样好了，我倒数三二一，当我数到一的同时，你帮我讲出这个咒语，然后再帮我打开这个盒子。那美丽的公主又婷，你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好，来来来，要闭上眼睛吗？不用不用，你可以亲眼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对，三二一。准备！哇哦，周建，当我们最帅气的白马王子修说出了"我爱你"周建之后，就送上了我们这一款 Central Pad 的 Y 系列，象征着我爱你。好，我们一样看一下正前方。也可以看到，我们刚刚就讲完折叠之后，背板闪亮亮的荧光折叠就现身了。代理我们这一款 Central Pay 的折邀请又婷还有秀来为各位做介绍。好，我们一样再看一下正前方，再给正前方摄影搭配一个最帅气的。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秀帮又婷来戴上这一款 Central Pay 的折叠腕表？白马王子为我们的公主来戴上 Central Pad 系列当中的折叠腕表，一样再请两位看一下正前方的摄影镜头。正中央，正中央，我们看下正中央的摄影大哥。好，我们一样看一下，你的左手边，我们往左手边来移动一下，看一下左手边，左边的右手边。视线回到正中央，看一下穿着黑色布罗衫的这位大哥，爱情当中最幸福而且最浪漫的时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左手边，